熊爸一家凑齐了，你看，这是熊爸他媳妇儿，还有他两个娃。我怎么感觉他娃今天的毛又长长了，这羽毛又多了，看见没？熊爸的邻居今天没在家，看他儿子，哎，你看熊爸那个眼睛，你看他儿子的眼睛不太像啊，难道？细思极恐，熊爸一家人，一家四口，那个那边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他小老婆。这个鸽子眼睛好大，看见吗？感觉要爆出来似的。我把熊爸，它咬我，算了，不拍了。